们这一次的蜜月礼盒的风格其实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因为呢，一般的蜜月礼盒你只要跟礼盒公司说你的地址，还有你要的礼盒是什么内容，你再寄你的 baby 照片给蜜月礼盒公司，其实他们就会帮你处理好所有事情，包括包礼盒，然后放小卡再寄出这样子。那这一系列呢，就是我们都自己做。那第一呢，我们自己选的 Prada 的便当盒，然后就从意大利寄过来。再来是 Mira 的小卡，这是我自己设计的。其实我设计两面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小卡公司没有印到，但是真的来不及了，我就说好吧，没关系这样子，然后所以只有一面。Mira 的小卡今天寄过来咯，背面没有，没关系，你们知道就好。组箱子啊，然后还有装箱啊。可以放进去一个哈，然后不是要贴小卡吗？对，忘了。这样贴 Mira 小卡，左右各塞一个，应该是。然后上面可，如果是我，可能还要拿一套，可能要再加一个。你这嘴，你看都没声音。我们刚刚才弄了二十几盒而已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哦。天啊，在挺下面我们觉得送吃的可能会有点，大家会有点担心，所以想说现在疫情大家在家吃饭，或者是你想要带东西去公司吃的话，就是可以用便当盒这样子。收到的你们可以好好享受这一份礼物，也希望你们这一年都平安健康。嗨，我现在在写那个寄给邮局的住址。对，拜拜。拜拜。那这一箱能先装完啊？先拿出，再拿八个。看这么多 Mira 怎么那么疗愈啊？明天再来继续加油。因为要放袋子，所以盒子就要买比较大的。对，盒子就要买比较大的，然后它里面的防震就要做得很好。得想办法。没有，这是我们家女儿要送给大家的、哦、我只是爸爸有没有？爸爸出劳力有没有？说我觉得粘纸的比较好，我觉得需要粘这样子，因为你要粘很容易掉。其实哦好，这样反而不容易掉。叮叮，这一个的就得想点办法了，哇塞嘛，怎么办呢？要不然你可以先给两个，没关系，我一个是两个的。可是你只要记得、哦，这个是贴给谁的？好，我等一下先贴。这一次我们大概要包100多个，我也不太常在台湾。有些朋友其实很久很久没有联络，但是也有蛮多朋友是说，哎，谢谢你想到我啊，那我可不可以买一些东西给 Mira？ 然后就说好啊，谢谢。然后我觉得这种的往来，就是我就觉得蛮好的。已经是7月29号了，到最后尾声已经差不多寄完了。然后我也在这段时间收到很多回礼，然后想要分享一下，我觉得太谢谢你们了，我觉得很幸福。还有一件超漂亮的 Gucci 童装 ，Friendly with Monsters， 那么好，这么可爱。这是我一直很想要的 silicone mat， 超漂亮的花色，看，跟我衣服超像的。这个蜡笔是用 vegetable wax 做的，然后它是无毒的。
还有这个超有质感的乐器。这一套也太可爱了吧，还有名字耶，吃饭的东西，超可爱的，还是一朵云呢，好小哦，我自己也想用，还有很可爱的防踢被。然后这饼干你看有我的品牌的 logo， 超贴心的 Mira 的名字，好美，哇，这么开心，收到这个超可爱的，是给 Mira 保护头，好用心的礼物，这个也是他们品牌的滤镜哦。Here comes the moon.